尊敬的 Anuket 社区的成员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移动研究院的段晓东，非常高兴啊，在此祝贺咱们 CNTT 和 OpenF 两个社区整合成为 Anuket 社区。中国移动是 CNTT 和 OpenF 两个社区的 founding member， 也是主要的贡献者。我们非常看到，高兴看到这个结果，两个社区能够合并，共同为云化的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开源的基础。应该说，中国移动在2019年开始啊，正在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 NFV 网络，支撑起我们 5G 网络的发展。那我想在这其中的话，我们也发现面向不同运营商、不同制造商的集成工作变得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也把过去 NFV 的工作更多转向到集成工作中去，希望通过集成的开展推动 NFV 的发展。我们也成立了专门的集成团队，开发了名字叫 Auto 的一个平台，能够希望促进整个的互操作的工作的推动。我想 Anuket 社区的这个成立啊，有助于下一步更紧密的推动 NFV 的这个集成工作，也为产业界提供很好的一个参考的设计、参考的代码和参考的接口。那么希望 Anuket 社区的同志们能够一起努力，推动这个社区能够为 NFV 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好，谢谢。